射爆100米外天台，神探一日破案。呢个住喺将军澳新都城二期嘅男人，屋企收埋一批金属子弹、改装气枪工具、11支长枪同埋1支短枪，把把枪啊都改装过噶。昨日朝涉嫌刑事毁坏及无牌管有枪械被捕。我哋背后一个恩明苑呢个屋苑嘅天台上边咧嘅设施咧系受到破坏。警方接报调查之后咧，相信呢啲破坏咧系由一啲气枪嘅射击所造成。100米外嘅恩兰角，木门、枪同埋胶水喉都有弹窿，附近都有弹头。根据我哋嘅调查啦，那个距离啦、方向啦，同埋弹道嗰个破坏能力咧，我哋咧锁定咗我哋嘅目标。试过两次开枪破案嘅钟 Sir， 用咗唔少一日就拉到个47岁嘅疑犯。呢位神探啊，1989年系尖沙咀大通银行劫案，连开两枪，射死咗挟持女途人嘅劫匪。2002年喺大角咀以7尺距离开枪，吓到下劫奇兵，枪击投降啊！